你还好吧？嗯。好饿哦！哎，你晚餐想吃什么？不是还有剩菜吗？是那个就好了吧？哦，还以为你会想吃转角那间排骨便当，哎，不是很久没吃了吗？哎，不然我去买好不好？旁边还有家新开的寿司店吧，应该蛮好吃。哎，你下课了？脸怎么那么晒啊？在学校怎么了吗？哎，晚餐吃昨天剩菜好不好？我今天太累，不想煮饭，而且妈也会晚回来吼。那我们随便吃一吃吧。哎，你怎么了啊？我养的蚕宝宝全部都死光光了啦！啊，哎呦，不要哭啦！我小学养的也是全部都死光光啊。我们家吼大概是没有养宠物的天分啦。明天啊，姐姐再带你去书局买盒新的就好了。书局礼拜六有开吧？哎，怎么样？想吃吗？嗯。好，今天姐姐请客。你看我买了什么？嗯，来，快点吃啦，不然等一下要融化了。好，现在主播跟观众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风雨的最前线。等一下来吃我刚刚买的排骨便当，跟你说。老板娘的儿子啊，交了一个好可爱的女朋友，但是老板娘超不喜欢他的，一直跟我抱怨，说什么他妆化得太浓啊，又是单亲家庭。我就跟他说，这些都不重要啦，个性好就好。不断我思念。